雪冰王子地址：台中市北屯区大连北街26号，电话 04-2296-3233， 营业时间12点到21点，公休日星期一，店家 FB， 请按我看到有人打卡。正在吃冰的我，没多久就出现在雪冰王子了。四月又下雨，最近怎么开了好多冰店？雪冰王子店名感觉很童话浪漫，不过外观满法式甜点的样子，走进里面完全是文青风格的冰店，内部装潢会想到最近很夯的冰甜，大家开启了台中今年夏天的刨冰热潮。另外人气商品珍珠奶茶冰让我想到第一晚是在刚好冰果室吃到的，不过雪冰王子其他冰品也是让我有期待，像是抹茶冰和摩卡咖啡雪冰，有机会再来吃看看。丢的4/20到4/30试卖，营业时间是13点到20点。丢的可爱的拿咖啡小狗，丢的觉得端着错冰更赞内，客人等待区准备好了。丢的这碗好日记，丢的看来要多找几位朋友才能吃到其他口味了。刚好遇到老板娘的娘亲切，喜欢吃冰，听说她喜欢吃坚果那一道，我本来有另外点一杯饮品，老板娘的姐贴心的说你先吃碗冰想喝再点珍珠奶茶，那份真的很多，然后老板娘的娘说你可以吃完一份啦。不大拉姐姐说因为妈妈她爱吃冰，她自己可以吃完一份。老板娘的娘，你不知道我这杯是我今天的第二碗错冰内。他听了然后替小孩拉广告的说你要帮我们打卡哦。很可爱听了老板娘的娘。我会打卡还顺便写一篇文章哦听了。听说老板和老板娘也是很用心地到处吃冰研究装潢，都是自己来听的。置物袋听了。柜台点餐结账领取呼叫器，呼叫器发亮震动再去取餐，用餐完毕要自行送到回收区。Tilda 珍珠奶茶雪冰110美元，超大分量的一杯，我取餐时也是有惊呼了一下，颇有重量，最下面是奶酪，再来是红茶拿铁。珍珠红茶拿铁又是一道会让女孩儿们喜爱的冰品，冰品很细致，甜度明显，珍珠很 Q 弹，奶酪像是豆花的口感，之前透明罐有杯子蛋糕，现在有杯子雪花冰，垂直挖下去可以一次吃到多种层次口感，还不赖 Tilda， 我带雪花冰去跟小狗合照一下，单手拿重量还真是有感，是哈 Tilda 一丝丝雪花冰，我有把这杯吃光光，天气热的时候相信这里会很多客人的。 Tilda蓝色骑士 IGBLU119CHESE。